嘉义县政府日前发放县内各级学校学生每人一罐旺旺集团所赠送的水神抗菌液，因为伊的外观甲罐中的饮用水上过参照，真侪家长反映烦恼学生会误啉。教育处长陈恬鼎回应，教育处请学校领取的时阵，加大禁止饮用的大纸，也提醒学校指导学生正确使用。部分学校烦恼则是采集中管理使用。嘉义县政府日前发放水神抗菌液了后，真侪学校老师甲家长反映，有老师唔敢直接发给学生，都算讲管户有制作经过的大纸，依然有可能有辨识能力不足，也即是低年级的学童误饮，应该请有需求的家长家己来索取。现场管户教育局也补强，特别以红字特别制作黑白大字体禁止饮用的标签，打伫个管仔顶管。特别学生无注意，甲用于环境清洁的次氯酸水淋落巴肚底。矿泉水为了避免学童去误食这样的一个瓶装水，所以我们特别嘉义县我们也做了一个这个禁止饮用的一个警告的一个标签，都贴在每一个瓶装水上面。那我们这边发给学校来做就消毒的使用，没有让孩子带回去，所以这边可以请家长放心。大家一起来做防疫的事情，谢谢。陈恬鼎讲，针对外团有学生误食，教育处也全面清查，目前也无有接到学生误食的情形，并且再次请学校加强集中保管。各校学校接获通知，已经请各班导师协助收回发放的水神抗菌液，由学校集中保管使用。新闻新闻中来行，嘉义县采访报道。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让您带着走，一次满足所有需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请快去下载哦！旺 TV 数位电视。